马上接近我们的军驼饲养的位置。这种草骆驼已经啃过，其实粪便全部是骆驼的粪便，就说明我们已经就要接近这个牧场。对对对。严小刚是武警阿拉善盟边防支队乌力吉机动队的一名班长，新兵刚刚分来的第二天，他就要带着他们进行骑骆驼的训练。但骆驼的饲养点并不在部队驻地，而是在28公里外的牧场。走了4个小时，我们军事纪实栏目的记者和大家一起到了目的地。现在那个位置就是经常骆驼休息的位置，现在骆驼已经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我们要进行骆驼的饲养呀、喂水呀，像这些必须的这些。过去之后，咱们大家不要大声喧哗，不要乱动骆驼。向前看，行。大家现在看见骆驼了吗？是。心情是怎样的？兴奋，兴奋，兴奋，激动是吧？是。是。没见过骆驼是吧？是。是。想不想骑啊？想。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和蒙古国交界，因为这里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所以在很多汽车没法到达的地方，边防官兵执勤仍然要靠骆驼。这个骆驼饲养点以前都是由边防官兵自己管理，但考虑到常年放牧占用井地，而后就改为雇佣当地牧民帮忙放牧的形式了。我们到达这里时，正好赶上牧民胡格吉勒图给骆驼解毛。他这个骆驼身上能减多少？5斤，8、9斤吧。嗯，一个大骆驼多少？大骆驼8、9斤，小骆驼5、9斤加油呢，7、8斤加油呢。就现在就得绞，现在不绞的话，夏天天气热，自己就脱掉了。剪下这毛都用去做什么呀？这个长毛那个棕毛的话，就做那搓芯。做呢，这个其他骆驼就叫脱绒脱成嘛呀。一共您知道有多少峰这个骆驼？我们一共放这100来个骆驼。咱部队上有多少？部队上50个吧。那么哪些是军驼呢？真的，这是我们工作站的标志。我们机动队以前是叫乌力吉工作站，上面工作，一个军驼都有挂的这个标志。听了班长严小刚的介绍，我们在一大群骆驼中很快就区分出了军驼。这个军驼是当时怎么选的呀？军驼一般就用的就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就是它的脾气比较小，然后战士容易接近的一些骆驼，像这些骆驼我们就一般利用为这个军驼。严小刚已经入伍8年，当年他刚来这里时也和这些新兵一样没骑过骆驼，但现在他不仅熟悉每峰军驼的特点，而且也是一名出色的教练员。尽管军驼比较温顺，但这些新兵都是第一次骑骆驼，班长严小刚不敢贸然让大家尝试，他想让新兵先跟骆驼建立点感情，而抚摸骆驼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严小刚选择了这峰叫巴特尔的老军驼，巴特尔在蒙古语中是英雄的意思，其他军驼的名字也大多带有英武阳刚的意思。摸骆驼的身体的时候千万记住不要摸骆驼的屁股啊，就是后面那个位置，然后还有摸的时候不要摸骆驼的耳朵，摸骆驼的耳朵的时候它肯定会发毛，然后再有一个咱们走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在骆驼的右面，就是那个半面，然后尽量走这个半面，那么走那个半面之后咱们骆驼会发毛啊，这是一点。然后骆驼有踢人现象，还有喷唾沫，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家都来摸一摸右边，别摸嘴，别摸耳朵，不要摸耳朵。怎么样感觉摸一摸？挺好，摸在地毯上啊，摸在地毯上
摸像地毯上一样软软的，是吧？不要抹冰，老兵了，别站那蹭了，别站那喷了。15年的老兵了，也摸摸侧面之类的，不要全都站正面，绕着看一看之类的。别往后面用。那大脚多大？看到新兵们的一脸兴奋劲儿，严小刚马上又露了一手，他熟练地做出了骑骆驼的示范动作。到。对，咱们骑骆驼的时候必须让骆驼这个首先卧下，那么卧下之后咱们骑上，骑在骆驼背上，咱们尽量的不要高声喧哗，然后不要这个有什么红色呀这些颜色，我们骆驼都是比较忌讳的。啊，这是咱们骆驼的骑法。怎样，简单不？简单。敢接近吗？敢。再一个，咱们下骆驼的时候，记住，咱们必须要从左面下，啊，不要这样跳，从右面下去之后很危险，知道不？是。啊，他站的过程中，咱们就跳下去就完事。来，谁先感受一下？我来。点点。转圈，转圈。绳子往低压，绳子往低压，再往低压。上。转，往回转。转打圈，打圈它就卧下了。打圈。上。对，转打圈。上。往低压。上。再往低压。对。上。学会了吗？学会了，很简单啊、哦，很简单。咱们刚才都看见了骆驼的握法，看见了吗？看见了。是牵住这个鼻绳之后，然后顺着逆时针的转。那么转的过程中，咱们要嘴里要喊骚骚骚，完了它就自己就握下了。那么握下骆驼这个个儿比较大，那么咱们骑的时候，首先让骆驼握下，然后再骑。哎，这个骚就是在蒙语里面，蒙语里面，蒙语是坐的意思，对，就是坐的意思。蒙语，他就是他说的是蒙语。骚，对，它是蒙语。骚，接着握就行了，别说是色。在战友的鼓励下，新兵黄少伟第一个走了上来。然而，当他刚刚骑在骆驼背上时，军驼巴特尔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这么后快。往下拍，太拖分了，这没反应了，打得太轻了，稍微重点，打中了他跑了，拍下就拍了，行，愿意愿意愿意，不给，怎么了？也就是我没弄对吧，他不起来，坐上去拍他屁股不起来了。骆驼天性胆小，尤其处于发情期或见到陌生人时，它就会容易紧张，发怒是它的一种自卫表现，通常会口喷唾液或者踢人。刚才军驼巴特尔喷唾液，就是因为见到了这么多的陌生人。再试一次，哎，你那认识他了，这个是。不让你上来，不让你上来。接应人你上，接应人你上。那他是弄了。不管战友怎么劝，黄少伟还是不肯再靠近军驼巴特尔。而班长严小刚则认为，学骑骆驼必须趁热打铁，一旦新兵产生畏惧心理，后面的训练就很难进行了。僵持了几分钟，新兵黄少伟又一次骑上了骆驼。去，再打一下，你别打绳子，放松，绳子放开，绳子放着，对，走，去，别拍驼峰，往下拍，请让姐姐，完了，真的带着就走了，我不去，往这儿来，轻点的，你让他走上，走一走，两腿夹。拍屁股后面，绳子不要拽，一拽就不走了，绳子放松，没事，绳子放松让他走。
你现在他怕什么呀？我说不听我话，他不让他走，他不走。只要严小刚不在旁边，军陀巴特尔就会停下来。黄少伟想尽了办法，但是他就是不肯走。看到黄少伟实在没了招数，班长严小刚走上去帮忙。走，走，拉着你溜一溜。拉着他。我咋拉这么蒙送，你就不行，对你摸一摸怎么样？感觉挺高兴的。颠得慌吗？不颠，挺舒服。尽管黄少伟嘴上说骑骆驼很舒服，但从他的表情看，谁都看得出他现在的滋味并不好受。班长严小刚清楚，要像黄少伟这么骑骆驼，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就会颠得受不了。其实骑骆驼要掌握的技巧还有不少呢。那么走的过程中，那么这样直接朝左拉，这是左爪弯，然后这个走的过程中把绳子往鼻梁上一搭，如果你要硬硬的坐在上面的话，这个骆驼一走肯定会颠，然后自己不舒服，然后走的过程中它一走一走晃上，然后你也跟着晃，骆驼也舒服，然后咱们自己也舒服。一会儿的功夫，新兵们就个个都骑上了骆驼。而让新兵适应了一会儿之后，班长严小刚并没有让他们休息，紧接着他又让大家展开了沙漠中的体能训练。在茫茫沙漠中巡逻可不比一般环境，边防官兵不但要骑好骆驼，还必须具备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沙漠中进行体能训练要比平时累得多。这一次跟着班长严小刚学骑骆驼，新兵们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但严小刚却有他的训练安排。第二天他就要带着新兵们上一趟巡逻线。第二天顶着沙尘暴，班长严小刚带着新兵又来到了骆驼饲养点，但他们没有想到军驼却不见了。询问牧民胡格吉勒图后，大家得知头一天由于新兵的到来，军驼没有放养，到了晚上牧民才有时间把军驼放养出去。此时军驼离开饲养点已经有十多个小时了，再加上沙尘暴刮得正猛，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牧民也说不清楚。那么这一天由新兵担负的巡逻任务该怎么完成呢？咱们这都不足十米吗？这是现在能找到骆驼吗？哎呀不好说，这家伙的找现在就这个外面看不见这个胳膊嘛。那咱们要找的话只能顺着他这个方向去追他们，凭他的印象刚才我可能在这么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我们走出山来了，不然的话就我们还跑一跑走一下30公里走出去。嗯，那我们只能找着看了。来回找不见，现在去那找不见了，只能转着看看。像这样的沙尘暴在阿拉善盟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刮一次，严重时能见度只有2-3米，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很容易迷失方向。可严小刚为什么提出要去找一找军驼呢？接下来从严小刚给我们讲的一件事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记得那是新兵下连5-6月份，领导带我们去边境线第一次巡逻，在巡逻过程中
突然遇到了强沙尘暴天气，几分钟之内平坦的戈壁黄沙四起，能见度只有几米。在沙尘暴马上来临之际，领导让我们将骆驼卧倒，卧成一个半圆形，我们一行执行人员坐在骆驼的另一旁。纵使骆驼高大的身躯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挡风的墙。十几分钟强沙尘暴天气过后，我们看到骆驼的另一边身躯已经被沙子埋住。于是在战士们的心里，军驼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因此当军驼遇到危险时，战士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尽管沙尘暴天气还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但寻找军驼的车队已经开上了茫茫戈壁。一路上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向车窗外观察。我看那个骆驼马上是很大，很有可能骆驼。顺着牧民手指的方向，我们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的几个影子，大家都盼望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军驼，但通过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就是您刚判断说那个不是军驼，不是军驼，不是，这趟用的不是，都不是，不是，那它应该在这附近吧？应该这个附近有。车队继续向前行驶后，在距离饲养点50公里外的戈壁上，战士们终于找到了军驼。当一方方军驼被官兵们牵在手里时，又一个特殊的场景让记者和新兵们感到惊奇。军驼并没有安静下来，而是围着大家一直不停地转圈。一场沙尘暴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新兵和军驼的关系，到这时新兵中再也没有人表现出害怕骆驼的样子了。然而新兵们第一次巡逻就遇到沙尘暴天气，考虑到安全问题，严小刚决定这次巡逻只带上了两名新兵。就是有些担心，毕竟这个沙漠太大了，自己感到有些很渺小。不过和班长出来就不一样了，最少心里有一个支柱。相比平时近100公里的巡逻路程，由于有新兵参加，这一天他们只走了10公里。但正如班长严小刚所想的一样，这一路并不顺利。刚刚走了几分钟，由于沙尘太大，骆驼就不肯往前走了。不听话，你让他上左，他上西，然后牵着走，他也不走。就是今天风沙比较大吧，我也不太熟悉他就是在风沙中行走时候的那种特征吧，就是遇到风沙怎么去保护他，我配合不太默契，时而的老是牵着不走，偶尔停下。一般情况下，骆驼行走时都是顺着风向走，而这次巡逻路线恰巧是迎风，除了风向对骆驼的影响，
新兵和骆驼之间配合不默契是最主要问题。而骆驼出现这种状况，对班长严小刚来说并没有什么难的。牵骆驼时缰绳不要拉得太紧，同时轻轻抚摸他的脖子，就会避免骆驼紧张，让他感到放松。这样即便是迎风走再多的路，骆驼也会配合。学着班长的样子，陈旭和宋柏松两名新兵也能牵着骆驼迎风前进了。但没走多远，我们记者还是拍下了这个惊险的镜头。新兵宋柏松看到自己牵着骆驼落在了队伍的后面，他想拉一把缰绳赶上来，可这个动作过大，惹恼了骆驼。看到这个情况，班长严小刚让宋柏松等军驼的情绪稳定后再去牵他。就这样走走停停，原本两小时就可以走完的10公里巡逻路，最终却走了3个多小时。在班长严小刚的带领下，新兵陈旭和宋柏松第一次在边防线上完成了巡逻任务。看到新战友踏着坚实的步伐走上了边防线，班长严小刚相信他们必将会在这些军驼的伴随下一步步成长为合格的戍边卫士，忠诚守卫祖国边防线的安宁。他是武警边防检查站的一名女兵，入伍不到2年，他竟然发现了23名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这究竟是靠他的运气，还是掌握了什么秘诀？在逃一年，涉案金额高达28亿元人民币的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被他一眼认出？军事纪实近期播出《女武警的透视眼》。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受命于一个个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在虚拟与现实间穿梭，他们注定拥有神秘的力量，揭秘战场上的高端。军事纪实下期播出，中国测绘兵上集。